这堂课比较轻松，前面是不是很专业？坦白讲，我有八成听不懂，你们听得懂吗？也不懂，对不对？那没关系，这些就是因为他们要彰显不懂，就代表这些太复杂了。因为但是有一群专人在研究，我们不用担心。但是有一句话你们一定有听懂，两个医师都有提到，口袋要够深，口袋要够深，对不对？这是很重要的。那我今天就我这一堂就是一点抛砖引玉哈，让各位知道，基本上生病不是有钱人的权利吧？它不是权利，但是它就是会发生。但是我们怎么样来真正不想遇到，但是遇到了，我们怎么样来可以很轻松、很正面去迎接它、去面对它、去处理它，然后再回到我们很在座有很多是病友。基本上都已经又恢复到很健康的生活了，我可以稍微做一下问卷一下，是我们的病友的，请举手一下吧。好哦，好，那我想今天这堂课你们应该会感同身受，但是你们已经目前没有办法再去处理保险，短期内不行，但是你周遭有家人有朋友，如果今天这堂课能够让你愿意多开口去跟朋友讲说保险真的很重要，我想这样我就功德无量了哈，各位也功德无量。因为我还是要讲我的一句话，悠远的一句话，悠远的一百句话胜不过自己家人的一句话或者朋友的一句话。好，这是刚刚讲了保险被污名化了嘛，好像保险很恐怖。那我今天是要用我的生病的过程，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哈，我轻松的跟各位来分享，然后从这里带到保险在我生命中扮演的什么样的角色哈。那也一样的，在应该说在台湾这个环境，保险应该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走进医院的机会很大。我不晓得这样讲对不对哈，真的周遭人连没有名气的，我们没有名气的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他没有名气绝对是某些人的家人，他们很重要的家人，但是很有名气的也都发生了。像今年年底的跨年前，竟然做了名人的一个往生簿，有没有？你们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？他电视就跑了一个几个名人，我们认识的名人走了比如说严凯泰是最基本的，安迪是艺人，还有谁？还有七八个。好，那当然那个另外一个江品文，那是因为年纪大了。就也是走得很突然哈。好，那我们回到我这次讲的部分来。简单讲，我要讲的重点是我在保险业已经进入第30年哈。好，那再来。好，我想真的我刚刚讲事情都发生在别人身上，有些人我们不认识，那他在讲他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像在听故事的感觉。好，就像听故事。但是如果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呢，这时候变什么？快一点，时间很赶啊！变事故哈，这时候变事故了，对吗？是这样嘛？那我发生在我身上，我听了多年别人的故事，没想到这个故事在我身上就发生了事故，发生了哈。在104年的6月，我就是也很有趣的经验，我就来到了台中医院，因为怪怪的，我就摸了，我就来了，然后就这张诊断书就出来了嘛哈，就是女性乳房之上外四分之一位置恶性肿瘤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的开始的有趣的，我自己觉得蛮特别的一个生命经验。好，来，那再来讲，刚刚一直提到有高危险群，刚刚谈的是卵巢，那我想乳癌的这一块呢，因为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乳癌吧，哈，可能哈，大部分那乳癌有这么多的应该是高危险群，大概是这几个样下哈，然后未婚是一个。刚其实连卵巢癌都是都跟这些都有点雷同哈。未婚我中奖哈，未婚至今未婚，那丰满也还算符合哈。然后再来没有哺乳过哈，我刚好也未婚不等于没小孩，但是我真的没有生过小孩哈，所以没有哺乳过。那好发年龄在46岁到55岁，这是我从我们台中医院的台中之路希望之路那本看到的哈。好发年龄在46岁到55岁，那我58年次，我在58年次4月生，我在104年的6月发病，这样算一下，这样几岁？刚好46又满2个月，刚好进入门槛。我没有早发，我是刚好，只是我的时间点就是刚踩过那个门槛，我就中了这样子哈。所以这些要告诉我的是，
我没有什么好怨的，就是我不生病谁生病啊，完全符合啊，不是我那该谁？一般人会说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是我，老天哪，为什么是我？那不是你该谁，就是我嘛，对不对？那自己其实我们现在甚至可以知道很多根本不是我们的原罪，这就是基因的问题，就是身体质的问题，有时候防不胜防，你们同意吗？其实刚刚整个医师讲了很多这样的学术讲课已经很久了，我几乎都会来，那我听完的结论就是我还是不知道我为什么生病了，我还是没有办法懂，所以结论就是自由的过吧啊，没有最好有，这不是鸵鸟心态，这是比较轻松而已哦，否则一直预防，我坦白讲我今天不太照我这个讲了哈，因为时间很赶，我只接应刚刚两位医师讲的，刚刚廖主任讲的，要我们预防要怎么刚刚陈医师也讲了要少吃什么，坦白讲台湾这样的生活环境，除非你离开台湾，否则你会不会三不五时突然有那种咸酥鸡的欲望跑出来，会吧？你会不会偶尔说大家我们上馆子吃个牛排，会吧？对不对？如果这些都因为预防而不要的，生命有什么意义？我觉得比癌症还苦吧，对不对？如果连这些都不能做的话，我觉得我宁愿癌症，我宁愿吃了生病，也不要不吃而不一定不会生病哦。你们同意吗？同意吗？哈哦，这位大姐，真的防不胜防，防不胜防。空气你能决定吗？你能说我要吸新鲜的空气吗？你能自备空气吗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水到底哪里水？你每次你还带个银针去检测吗？又不是皇帝旁边有，还有李煜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我们没有这些东西啊。那要快乐，基本上只能很轻松一点。但是轻松之余，我们要有所准备，这样才会让我们在真正没事一生走过平安最好。真的遇到了，我也是还好，好嘎仔，爱好嘎仔，而不是早知道，千金难买早知道。我想在座的人，你们若今天叫你们保险愿意卖你，你买不买？买吧，买对不对？对，但是我们目前没有机会了。但是我们周遭还有一些人是，不是一些人，是很多人是健康的，是可以的。那应该说这些应该是他们来听课才对，不是各位哦。